大家好，我叫 Jessica， 我是美国人，住在加州。我是西班牙语老师，我会说英语、西班牙语、韩语和美国手语。那跟 GoEast， 我已经学习了一年中文了。以前我用 Duolingo 和 YouTube 视频自己学习，但不够了。然后，因为我想提高我的汉语水平，所以跟 GoEast 我开始学习。通过上课，我的汉语水平提高了很多很多，尤其我的口语能力。那我很快要完成 HSK4 课程了，不过我不要放弃，打算跟 GoEast 继续学习。他们提供小班课和私人课，我每周都上这两种课，上课又有意思又轻松。而且我们学习地道的汉语，连学习俚语，很棒啊！老师都非常友好，他们的幽默感很厉害。每周都我特别享受上课，还有期待再上课。我希望很快我可以去上海旅游，认识所有 GoEast 的老师。那这是关于我自己一点，我希望你的汉语之旅很顺利。我认为 GoEast 也可以帮助你。那祝你今天快乐，再见。